车，开门请注意，下车请注意安全，过街请走人行横道线，中山北路九楼，到了。请给老人、孕妇、抱小孩的乘客上个座。车在行驶中，请您站稳扶好。下一站，中山路珠山路北虎丁电器大卖场。下车请往后门走，提前准备。文明出行，安全乘车。如发现可疑人口物或断送至，并立即报警。